容我理解一件事情吗？好，果果啊，怎么样？你这个芦笋都削到皮都没有了，哇，好漂亮！你们是削这段，是不是削的太漂亮了？有点太干净，太干净了，全部削掉了。那个，我们这个是削芦笋，不是削铅笔哦。好尴尬，而且我说真的哦，很少看到这道菜有人在熬芦笋汁的哦。哇，用心哎！哎呀，这边下去煮，很明显锅边的那个蒜酥快要入腰了。那个周轩啊，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，好，因为之前我们也比赛过这一道菜啊，对，我也是把蒜酥弄出来，后来我输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芦笋的味道不会都是蒜的味道，太重，而且没有错的话，我那时候跟张秋勇比，是啊，哎。他现在照你这样做的话，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从那边潜伏进来。我在想他的油去炒东西，但蒜头不一定要选下。味道觉得嘞，可以容我理解一件事情吗？好，果果啊，怎么样？你这个芦笋都削到皮都没有了，哇，好漂亮！你们是削这段，是不是削的太漂亮了？有点太干净，太干净了，全部削掉了。那个，我们这个是削芦笋，不是削铅笔哦。好尴尬，而且我说真的哦。很少看到这道菜有人在熬芦笋汁的哦，哇，用心哎，原来不浪费，这个是法式料理的概念。阶段他们是比炒，就不再另外做酱汁了。哦，那我想说就用煮面水去煮那个芦笋的皮，也不要浪费嘛。那如果说这样煮的话，它没有水是对的吗？哎，是吗？还有一些啦，几乎没有了，就是要烧干了。煎好快，当高汤啊。那个周轩，对，煎好。比炒工不是比切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我还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啊。它还是要快啦，对吧？哇，那刀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特写，好漂亮，太了，小心手。但我说真的，炸工你输给他，这个炒工是你唯一有机会拿到分数的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后面的其他东西我好像也没有煎。煎可以，煎煮炒炸味叫应该可以对吧？叫可以可以，因为我手机里面有那两个 app。哦，他可能不太会用，他应该没叫过，有别人帮助你帮他叫的。对对对，可以了。尽量不要说人身攻击，虽然他这个生活白痴，你不想说他。进去煮十秒，他就要两秒别哦，十秒让他起来。好。那我想要最后放在上面的，就是意大利面上面的。它明明就是绿芦笋，你们都要搞得跟白芦笋。对呀，对吧？小碗哎，也是。时间剩下五分钟，哎，好吧，加油，可以可以，太快了太快了。好，这边哇，这边在芦笋之内哦，哇，这边就是。哎，两边都有放，做法都是一样哦，不太感觉不太一样。这边为什么要烫芦笋？直接煮成汤汁，它煮成汤汁，它煮芦笋汁就好了。为什么要叫煮汤汁？对啊，它就你是拿来煮面，它是拿来煮那个酱汁。我觉得面有味道比较重要。哦，